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啊，跟各位介绍一分钟秘密，牛肉。牛肉，那我们都知道，牛肉它本身具有旺财的一个效果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牛肉除了旺财以外，它本身也会旺桃花哈。那牛肉呢，是对于呢八字要水的、要金的、要土的人，其实呢，它都不错哈。所以，各位，当你呢，八字呢，需要呢土金水的这三大元素的时候，其实吃牛肉对你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哈。毕竟牛肉可以旺财，又可以兼旺桃花，两个都可以旺哈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有的时候啊，可能因为宗教的一些因素哈，你们可能就忌吃牛肉哈。但是一般来说啊，忌吃牛肉的话，其实呢，你八字需要土金水的人来讲的话，你就少了一个很好，同时补你桃花又同时补你财运的一个很好的食品哈。那今天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